近日，金巧巧晒出家庭合照，疑似间接否认离婚传言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金巧巧一家四口其乐融融，共进美食，背景透露着高档餐厅的氛围，而非家中聚餐，且时间选在中秋日上午，而非传统夜晚团聚，引发男团员的揣测。金巧巧淡妆出镜，虽略显憔悴，但红衣蓝裤搭配高马尾，精神焕发，眼神坚定，尽显本宫气场。于东则搂着儿子，笑容温和，家庭和睦之态跃然图上。然而，两人间微妙的距离感让这份和谐略显客气。此前，金巧巧曾分享打官司经历，网友戏言若真遭造谣，晒结婚证即可。亦有人质疑中秋合照是维持形象、稳固公司股价之举。毕竟于东与江疏影的绯闻曾闹得沸沸扬扬。尽管金巧巧迅速回应，于东保持低调，但家庭地位未受影响。博纳上市时，全家出动，金巧巧一身装扮，彰显女主人风范。如今金巧巧晒全家福，力破婚变传闻。对此，你怎么看呢？